非常有缘，今天能够有荣幸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一起庆祝今天的参事，我实在感到非常的开心。等一下就要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今天非常刺激好玩的尾牙宴，大家都准备好了没？只有主桌吗？大家准备好抽大奖了吗？好，非常好。首先呢，代表公司感念各位在座所有同仁过去一年对公司的尽心尽力，过去一年大家都辛苦了，请给你们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好的，经营公司体恤在座的每一位同仁，让各位感受到公司对各位的重视与尊重。今天的尾牙宴特别准备了好玩精彩的表演游戏以及丰厚的礼金，要让大家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尽情的享用，尽情的放松心情哦。所以今天呢，也有机会只有一位可以把我们的头奖抱回家，所以请大家期待，并着最期待的心情，让我们今天一起祝祝这个晚宴圆满成功。在此呢，我要先大家跟大家拜个早年，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开道阔达，图数不凡，有数不完的 money， 也有数不完的 happy， 鼠年一帆风顺，心想事成，谢谢大家。好，紧接着我们要以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事业部的黄副总上来为我们勉励几句，掌声欢迎。在暑照丰年，财运同分，让我代表在座所有的长官、回贵宾以及全体同仁们，祝福我们经营公司数一数二，大发利市，招财进宝，鼠年千年，让我们一同干杯！北桃园刘杰妮，刘杰妮好，谢谢经理。我们请四五要上台吗？需要上台受奖吗？不用是不是？好，直接好，我们直接到我们的舞台旁边，可以这边做领奖动作。好，紧接着呢，我要邀请我们北二区的区主委陈明忠经理上来为我们上台抽奖。一样，我们要抽出一样是十五位，第一位是。中山张家龙，来第二位，请赶快到舞台旁边领奖哦！我们还是人人都有奖，欢乐时光过得非常的快，鼠疫苗、春城化稿、万千气象、开心景，最后小英这边祝福表心意，祝福我们的经营公司新的一年业绩长虹，订单满满，财源滚滚来，祝福我们的经营的长官、贵宾同仁们，鼠年全年，鼠鼠咬钱进家门，鼠年吉祥旺旺来。祝你鼠年鼠钞票数不完，今天的尾牙宴圆满成功，感谢大家的莅临，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明天再见，谢谢大家。